UV 钢化膜贴膜教程，用平衡垫贴在手机背面，然后调整平衡垫，让手机处于水平状态。为防止手机孔被 UV 胶堵塞，请使用配套工具封边条将手机底部贴住，防止 UV 胶水溢出导致堵塞手机孔。同样用封边条封住手机侧边按键缝隙，防止溢胶堵塞。取出 UV 钢化膜，将配套工具包中的定位贴分别贴在钢化膜的左右两侧，使用清洁工具包将手机屏幕清洁干净。拧开 UV 胶棒盖帽，对准手机屏幕，逆时针旋转胶棒顶部黑色盖帽，将 UV 胶滴在屏幕中间。撕开梨形膜，手持定位贴对准手机屏幕，放下钢化膜，等待 UV 胶自动排出空气贴合在手机屏幕上。使用蓝城专用 UV 大灯烘烤一分钟，等待 UV 胶水完全固化。撕下两侧定位贴，清除封边条。至此 UV 钢化膜贴膜完成。